我是四号徐希怡 Nicole， 由细父母俾机会我去培养唔同嘅兴趣，希望我做到动静皆宜。呢份无私嘅爱，我好想由我传承落去，将我细个学到嘅教俾其他小朋友。2022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11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。